Hello, hello, 我是嘟嘟。今天来做盲代币。先来做一支简单的笔，花纹纸包住笔芯，制作笔杆。短一点的纸片做一个笔盖，笔盖的一边封一下。可以贴一个小图案来装饰。A4 纸对折制作盲袋，先画出盲袋的外观。沿边缘贴上双面胶，粘贴成小袋子。留出一条边用来放笔。再封住最后一条边，剪一个小口子便于撕开。完成。